今日七个明星各种动军团，今年都一口气来开着教育部全国职优动军团、中华民国动军总会职优动军团和全国职优女动军团的奖项，是今年动军团的人气王。校方日前为动军团来举办着感恩忏悔和三冠王的加冕仪式，但是这些小动军是特别尽心来制造创意的鸡肉披萨，分送给全市28间各种小学的校方，感谢防疫期间。因对着学生囡仔的守护，明星高中日前为校内的动军团举办着感恩会和三冠王的加冕仪式。身为嘉义市女动军会理事长的市长吴敏惠，亲自出席肯定团员的努力。今年动军团因为疫情影响，真侪活动拢差一点啊促销，获得三冠王的肯定之后，团员结合着学校一家进客，利用上课之余的时间，手做创意的鸡肉披萨，送到全嘉义市28间的各种小学。感谢校方伫咧防疫期间点点来守护，和市长吴敏惠相当感动。有妈在这里呢，我想我代表所有的妈妈啊，还有妈妈的背后的支柱勇士们啊，勇士们，有妈的宝贝，祝福有妈的宝贝，恭喜你们，真的代表嘉义，让嘉义被看到，因为这是很公平的选拔，不是说谁谁谁就可以拿得到，而是要实际的成绩，实际的成果。各位媒体朋友，如果你们今天来，你一定要特别报的，为什么这个三冠王有多重要？小小的嘉义市，那一天台北市跟我们在做交流的时候，我说嘉义市很小很小很小，但是我们因为很丰富很热情的人，所以我们把能量变得很大很大很大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，这就是我们的力量。嘉义市民生高中动军团109年拄啊迎系教育部全国职优动军团、中华民国动军总会职优动军团两项殊荣。女动军团又搁摕着中华民国女动军总会全国职优女动军团的奖项，一口气摕着动军团的三大奖。三冠王的战绩写下明星高中校史的记录。原本家长会是买大家上爱食的点心来庆祝，团员却是提出以感谢校方的方式来记录因的荣耀，展现着动军精神，嘛来印证着明星高中品格教育真成功。最新新闻就丁顺王小帅家己持彩虹报道。嘉义市的电动公车正式上路啦，你们搭过了吗？小编今天来实际体验看看，顺便问一下民众搭乘的感受哦。你知道现在搭公车不用钱吗？搭电动公车？我不知道吗？我没有坐过，都没有坐过。那现在不用钱，会不会觉得可以搭看看？好啊，可以看参考看看。免费。搭乘中山干线免费，大家快来嘉义玩了。坐起来感觉怎么样？我坐你在你旁边感觉怎么样？蛮好的。有男朋友吗？我没有。待会要到哪里？火车站。那你最喜欢哪一种颜色？我们有蓝色、绿色、红色、黄色。绿色。绿色，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平常都会搭这台电那个中山干线上车吗？蛮长的。那你知道它什么时候上线的吗？好像是6月1号吧。你有发现他们里面其实很用心在设计？有，是我知道早上的是猫跟狗狗的。你有遇过这边有坐一只大白熊的？没有。听说那个好像蛮稀有，可能一次就2台而已。希望能遇到。对啊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希望能遇到。那你觉得整个车子的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不错啊，就很新的感觉，然后有一种复古风。常常搭这一台中山干线吗？特地来搭。你是特别来搭的啊？因为想要带朋友，所以先自己先坐一趟。那你觉得新的电动公车怎么样？我觉得漂亮。对，漂亮。你有没有看过？你在街上有看过吗？有啊，就走这边啊。阿弟刚刚谁来弄？很漂亮啊！我现在就是想说，我要看看，蛮可爱的，舒适啊，就紧哎，艺术的气息这样子，很漂亮啊，我觉得很新，很舒服。现在拿悠游卡搭中山干线就可以免费哦，记得来搭嘉义的电动公车。
从现在开始到今年底，只要持悠游卡、一卡通这一类的电子票证，就可以免费搭乘嘉义市的电动公车中山干线。另外，中山干线和光临我家线也快要启动喽，大家拭目以待。